浮浪迹天涯，只思念摆渡，摆渡渡不尽这归途，任寒水携孤舟一夜入梦，一纵烈马赴红尘，何处何处看尽星辰与幽树，古道半斜阳问清楚，何日复凌音姐，这大半年来一直往窗外看，估计是啊，在为新灵感发愁呢。傻子，凌音姐这是在思春呢。唐大人走了7个月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别吃那么多。我也没吃几个呀。大人，姐。清晨，掌柜的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这一张太精彩了，我去帮你收拾房间。好，姐，太好看了，这一张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嗯。累不累啊？休息一会儿。只是唐大人还没回来，皇上有事托付给他，不能如约而归了。好。怎么了？大半年不见，像霜打了茄子一样。不就是唐大人吗？之前是谁说没了他，一个人也一样逍遥自在？那是自然。我只是昨夜熬夜写画本子累了吧。哎，姐，听说妙生楼重新开张了，柳除夕特别好看，我都还没看呢，你陪我一起去看吧。今天实在没心情，改天再看。你刚回来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那你可知周如意有孕了？什么啊？正捕头这个禽兽，现在去找他。哎，来，客官里边请。慢走啊你，下次再来啊。你里边请。里边请嘞，客官。下次再来啊。哟，您常来啊。郑少峰，你给我出来。是何等人在此造次啊！本人姓唐，名飞龙，本是翰林大学士，替皇上排忧解难来到此处，无奈啊，却成了这小县令。可这县衙里却没有师爷，本官如何是好？听闻县衙在应聘师爷，我来看看先。哎，你这女人怎么能当师爷啊？大人别小看女子，小女子文武双全，不信大人来试试。试试。嘿，娘子，小心肚子。松开，快松开，没演完呢。哎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这假的哪有真的有意思？爸爸，等会儿。你还看不看对面卖豆腐的小姑娘了？我没有，我没看。算了，这真正的男人啊，是不能和女人一般计较的。这个时候就应该坚定的大喊：“娘子，我错了！”哎，娘子，我越动越开气，伤了我们的女儿。为什么不能是儿子？儿子，这要是儿子的话，就我们爷俩保护你；要是女儿的话，我就保护你们娘俩。
七月流火，八月未央，正是成亲的好时节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够快的话，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带着娃看第一场雪了。誓言。